在人群中里，是你的声音，确切的声音。你把脚踮起，你仰着眼睛，看云在聚集。面对这层层叠叠雨来风雨，你做好扬帆准备屏住呼吸，努力在循环爱的动力。身边人多多少少贪恋大地，你却心流转天的空气。你不求变成万种最亮之一，相信会有一公里的身体，就等待着你，等在披荆的那里。哦哦哦，你会留下偶尔的泪滴，是因为感动溢满你的心。哦，勇敢之树，我翻到这里，相信会有一公里的身体，就等在你邀请我，你邀请过的那里。哦哦哦，你在奔向追梦的朝夕，是因为感动溢满你的心。哦，因为勇敢之树翻到这里，但求最坚持的。你怎么了？这是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？妈，他们根本不是人，你救我好不好？整个家全都是疯子，你救我好不好？这些话可不能说呀，让他们听到不得了。妈，我好不容易趁今天妹妹文静的事才回来，我好怕以后我回不了家了。你跟爹讲，让他带我回家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妈？哎呀，我知道了。娟儿还请你多照顾啊。妈，行了行了，你跟爹说，让他带我回家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有客人来了，你就这样吧。妈，你自己找点吃的啊。我这位徒弟终于有个好归宿了。是啊，你这个师傅不也一样跟着沾光吗？奇怪，新姑爷怎么还没来呀？啊，招待不周啊。亲家，请随意。罗斯，师父，罗斯，你怎么了？他反悔了，他最后还是反悔了，他去找乔姑娘去了，他还是喜欢乔姑娘。他怎么可以反悔呢？他不可以反悔的，这事是他自己亲口答应的，整个上海滩都知道这桩亲事，他不可以反悔，他不可以反悔的。因为我根本就配不上他，谁会愿意跟一个自己不爱的人过一生一世呢？罗斯，你应该去找他。他本来是对的，我不愿意看到他一生一世都不快乐。难道你就宁愿自己一生一世都不快乐吗？都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你不可以说丧气话。既然是你自己想要的，就算是绑，也得把它给绑来。
队长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来，先起来。小傻瓜，现在全上海的人都知道我要娶齐家的二小姐，除非我逃离上海。我以为你局长，我以为你反悔了。你不是说你不相信我？我信。既然信，趁我还没后悔，就别再问我傻话了。今天我想当一天不是副队长的风衣。我说准女婿啊，这会儿大家都酒足饭饱，脚都发着痒呢，帮我们开舞吧。是啊是啊，副队长，帮我们开舞吧，跳舞吧，跳舞吧，副队长，跳舞吧，副队长。在人群中，可是我不会跳舞怎么办？别怕，跟着我就对了。把酒点起，你仰着眼睛看云彩聚集，面对着层层叠叠雨来风雨，一座好阳帆准备屏住呼吸，努力在循环爱的动力。身边人多多少少贪恋大地，你却心流转天的空气。变成万种最亮之一，相信会有一公里的生机，就等待着你，等在必经的那里。这辈子我都跟着你。你会落下偶尔的泪滴，是因为感动溢满你的心。哦，勇敢之树，哦，翻到这里。相信会有一公里的神迹，就等在你要经过，你要经过的那里。准女婿，
这是岳父对你的一番心意。这个时节的北京别有风情，带着欢儿好好玩一玩。我知道。二小姐，恭喜你啊！好啊，太好了！刚才在宴会上，齐云天是不是已经把那份蜜月交给了冯毅？应该是，他当中送了一个礼物给冯毅，我猜想那个里面藏的应该是蜜月。这样吧，我跟着冯毅伺机在路上把蜜月抢过来，你们在暗中配合我。我们的兄弟会假扮成送葬的队伍，在路上拦截他。这次就算再危险，也要赌上一把了。一路上要小心。哎，我爹到底送了你什么？秘密。秘密。总之是个很贵重的东西。那我要看一下。你不是说这辈子都跟着我吗？是啊，我都会跟着你。那就跟着我，什么也别问。这一路势必会有不少危险，你要听我的话。要是有什么万一，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保护好你自己。无论我发生什么事，你都别管我，懂吗？我不懂，但是我不会问，因为我把一切都交给你了。路途漫长，你先歇会儿吧。怎么不睡？害怕？后悔了？看他像起浪滔滔。
我为爱情在呼喊，在呼喊，走遍那海角和天涯。你怎么会唱这首歌？交出来！很心意，站住！我来好，站住！免得他手里。
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啊，副队长，你受伤了？没事。哎，快快快快，上！别动！把枪给我放下！我放下了。你们是不是不想活了？敢跟曹将军作对，兄弟们，撤！真的爱上那个傻丫头了，小姐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就废了。小姐的意思是？派两路人马，一路抓住乱党，另一路去把冯毅和那个傻丫头带到我面前来。是。子弹挖出来，不敢动，我真的不敢动。如果不想我死的话，你就要干。如果你这辈子都跟着我，这样的事不会只有一次。快点！副队长。我真的不敢，我真的下不了手。啊！你干什么？啊！啊！
求你，你以后再不要受伤了，我真的好害怕呀。我最无法承受的就是你这样的害怕。那可是你又为什么要帮我挡子弹呢？是因为我是大帅的女儿，还是因为我是你的妻子，或者是因为只是因为刚才那些人可能会回头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嗯，走。要抓你吗？看起来不像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那份明月被姓曹的拿走了，我得想办法把它拿回来。哎，刘一奎，你现在一个人去追那个姓曹的，不等于送死吗？可如果等姓曹的把明月送到北京，受伤害的将是我们中国所有的百姓。你这是匹夫之勇，他们人那么多，你去了又能怎么样？我们要找回蜜月只能智取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现在需要一匹马才能继续往前走。我们？当然是我们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去呢？可这是我的任务，你没有必要陪我去冒险。你回去吧。回哪儿？回上海去。不要，我要跟你一起去追那些人。回上海去，回上海去，听到没有？前面是死路一条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没爹没娘，无依无靠，死了也无所谓。可是我不想死。认识你以后，只要你跟着我都没有好事情，所以拜托你不要再跟着我好不好？没有你，或许我还可以活命。我求求你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回去，回上海去。给你，这匹马我要了。哎，好，跟我来吧。左边，这，吁，吁，
这一路往南走，应该就会回到上海。这些钱应该够你回家了。那你呢？有人在追杀我，我们必须分开行动，否则会连累到你。我不怕，就算死我也要跟你在一起。我们不是说过，以后不管你走到哪里，我都会跟到哪里吗？你相信我？相信。那就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回去找你。走吧，走啊，快！副队长，我不走，停呐，停呐，副队长！副队长，放马给我吧，哎。哎，来，您先喝点水啊。小二，哎哎，来了来了，您需要点什么？
给我一盘人的心肝。啊啊！什么？这哪有啊？这没有吗？没有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吗？因为有一种人，为了得到荣华富贵，可以杀掉自己的义父，可以杀害自己的同胞。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有心肝？这种人甚至根本不能称之为人。啊！埋伏了半天，全被你搞乱了。究竟是谁要杀你？不管是谁，我们只有联手才有活路。什么人要杀我？说，说不说？不说我就毙了你！说了也是死。哎，你还要去找刘玉奎啊？小雪，你处处都为他着想，可他还是不识好心人，你何必呀？虽然他说只要有我在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可是看着他一个人去冒险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坐视不管啊。你又能帮他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可是一想到他有危险，我的心就提在那儿。即便他并不在意我，可我还是放不下的。小雪，你该不会喜欢刘玉奎吧？啊，你真的喜欢刘玉奎啊？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或许在汉口他第一次闯进我们的戏班，那一次我就喜欢他了。好奇怪啊，他说的每一句话我好像都记得。他这个人啊，满脑子都是救国的道理，一点都不懂得照顾自己，每一次遇到危险都来找我帮忙，还总说是最后一次。我也笨，帮了他一次又一次，好像是永无止境的还债一样。这可能就是爱吧。我懂，我都懂的。傻呀，明知道他想的都是救国的事。
可是我的脑子就是不听使唤，总是往他那儿飘，所以我得去找他。花儿，我一定要去找他。嗯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陪你一起回上海了。我真的，我陪你去，就让我们俩为了爱情赴汤蹈火吧。梦总在远方，想念却停在故乡，我们的爱怎能在泪光里沉默沧桑。午夜梦回扬，都是往事的片段，如此美好，如此的难忘。梦总在远方，想念却停在故乡，我们的爱怎能在泪光里沉默沧桑。午夜梦回扬，都是往事的片段，如此美好，如此的难忘。如此美好，你在我心。